中国嘅疫情咧，而家已经受到控制啦，只系需要咧就严格守关啊，唔好俾咧外国啲疫情咧再次回流中国，咁咧就应该咧就可以咧渡过呢一次嘅困难时期。咁亦都系时候咧开始咧就协助其他国家共渡难关。咁所以咧就中国咧就向好多国家咧就发放咗不少嘅医疗嘅物资，咁你有啲图咧，就可以睇到大家，俾大家睇下咧，到底中国咧系送咗啲咩嘢去咩国家度，咁大家睇睇啦。